我是周玉蔻，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欢迎收听 COCO 早餐。时间是八点零五分五十六秒，我是周玉蔻，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 早餐节目。好，我们呢，这个今天的嗯，平心而论呢，在现场的这一位蔡世平先生呢，他目前嗯、呃，应该正在朝向，哎，那叫六块鸡吧。 你们男生肚皮上的几块肌啊？我告诉你，你你不要那么羡慕六块肌，嗯，二头肌啊这些都容易练，六块肌最难练了。 那个蒋友博奶奶，你上个礼拜不是研究了半天吗？对对对对，他那个那个魔鬼肌肉你看那个蒋友博那个照片，我觉得不好看呢。哎，可是你知道吗？像你们男生就会觉得很很帅啊。很多我也不觉得，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台大那边念书，因为台大那个新生南路上面以前有好几家那个健身房，中心现在好像都没有了，都比较传统的小一点健身房。每次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你看从健身房出来的男生，冬天哦，穿个背心。 就很然后露出那个肌肉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我们那您那时代呀，大学生出来穿个背心，嗯嗯、然后由于那个身上有肌肉，那不是羡羡羡慕死。对啊，对啊，所以我的我的意思说，<那>你讲的，我我觉得啦，嗯，我觉得人一定有那种崇拜肌肉的症候群 <laughs> 啊，英文来讲呢就是 masculine 嘛，<laughs> 啊，就那种阳刚非常阳刚型的肌肉型。那那我问你，一个男生把自己练成像个魔鬼肌肉一样，他的心理状态如何？我觉得你这个作家应该比较好。你注意看。 魔鬼肌肉的人绝对不会穿个西装打领带出来的，他一,少少啊、他一定穿少少，他一定穿少少，或者或者或者是贴紧身的，紧身 <laughs> 的啊。那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有一种炫耀感嘛，就是他知道那种肌肉会让你大家对他多看两眼、嗯，所以所以所以通常我的我只能这样讲了。我们这种有有对自己有信心的中年男人，不需要把自己练到那样。嗯 <laughs> 不，是，蒋老博很成功啊！那你蔡世平要练成像那样子，要多久的时间？那个教练那天有没有帮你个，对对，我们那天请到一个教练，他说哈，他看了他看照片了，看照片来估计那个蒋老博之前瘦瘦的身高哈，留平头，现在留了长头发嘛哈，肌肉变得很壮。他说大概增加了，他估计有十公斤。那这种练法，他说大概差不多一年，要一年的时间。增加十公斤要嗯要要吃多吃健有营养的东西，然后再来把那个吃下去。要不一样啊，他而且要多吃。 真的哎，要练六块肌，要练肌肉，你是要吃的东西把它转成肌肉。对对对对对，但是但是吃不能随便吃，他们一定是挑有营养的东西吃。那就是要专家指导，那花很多钱呢。对啊，他有专家指导，他就说他一说平均一个礼拜，我说可不可以自己练，他说很难，自己练很难。那你那你呢？我要练那样，我在家里就自己练。可是那天我看了新闻，说那个桃子的先生李李仁，他不是有肚子六块肌吗？那他是说他在家里是练滑轮。 哦，哎，滑轮蛮难的哦。滑轮我试过，不太容易，费力很费力，因为它是滑动的，所以你完全要靠手部去控制肌肉，才能够一拉一伸，一拉一伸的。你的意思是练不同的地方要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饮食啊？以前以前我们自己练腹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练仰卧起坐了。那个什么，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说要练那个肌肉的男生，都是一个早上十二颗蛋黄样。啊？国防没有没有反相反，你不能吃蛋黄，要吃蛋白。 哦，对，对什么<对>什么对对多少蛋白？对对对，它是蛋白。通通常你看那个练健身人，他到他去他点那个蛋他一定要说蛋黄去掉。你女儿有跟你说吗？叫你练成贾又博那样？我女儿说我肚子有点肉比较好，她觉得像冰冰凉凉比较舒服。<laughs> 这样晚上睡觉比较好。趴在对对对爸爸的肚皮上，那六块肌，呃，凸来凸去的。你你，这我我也我觉得我们比较难理解了啊。嗯、我没碰过，我这一生最不最不幸福的是从来没碰过六块肌的肚皮。哦，真的吗？不，大部分女生都没有。<laughs> 没有，他问你，有些女生是可能可能她的老公或男朋友刚开始碰过碰到过，可是很快就慢慢消失了。对 就隐藏在一块肌之后，介绍了杨露如之后，嗯、那看到了这个蔡世平帅帅的体型，嗯、就想起了这个蒋有福，还有他访问人家的教练。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礼拜还要再请他来，他完整的教一小时。那干脆。就锁定你哈，<laughs> 你就开个班嘛你、哎。以前周西伟当县长的时候，周西伟体体型不是保持的很好吗？哦对。他在他办公室里面就放两颗哑铃呢。 我去我去他办公室看过他，他就放一个我说我说那个，我说现场，对对对，那天是在他的那个，在他的以前，他把关，他把关邸变成一个招待的地方。天没看到，对对对，他在他的办公室放个哑铃。然后呢，我说你为为什么放哑铃？他说他空档啊，只要空档他就练一下。人家是个画家对。他现在练。那你晓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给给大家一个提醒了。你真的想运动，不要找借口了，一定有办法。你中间空档就可以，比如说 Coco，你在广告五分钟，你就在地上仰卧起坐十二十下，对不对？伏地挺身二十下就 OK 了。 可以呀，我两下就垮。我以前我以前主持节目，早上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中间空档我就在那边做，腹式挺深。每一每一次可以，每一次这样下来两小时可以做一百多个。然后你就，对对对，但是但是对，但是我的气质就跟我讲说，大哥，你做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要开始前稍微停一下，不然你到节目回来的时候你难免气会喘不上，气会喘不上。 <laughs> 所以你今天还是有跑步吗？今天没，今天只有做了二十分钟的哑铃。哑铃，嗯、哦，所以你还是要朝那个目标迈进吗？不是啊，我太太已经说我了，哦、肉越来越松弛了。<laughs> <laughs> <laughs> 原来蒋友博是因为他太太跟他说你肉松弛，对对对我老婆说，哎，你你这肌肉以前还有的，怎么、啊、现在就松松的了？那我只好这样练了。<好>各位，啊、嗯，您追着这个蔡世平走吧，他会教你，男生哈、啊，不管你什么年龄，都可以练成一个魔鬼精。 哦，那个双倍啊，哦、看我觉得那个真的不太好看，真的吗？贾友博那个，啊、哎，可是你看，我不喜欢。你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 Coco 呢？讲了很多次不好看，可是表示那个印象你深刻嘛？非常非常,对对非常深刻啊！对呀、嗯，可能有点嗯。 真的，我我对他的毅力很很很佩服。哦，那个真要毅力，真的要毅力，真的要，他他要持续的练，这一定是一个状态的可是我我也我也讲一下，我那个我那天访问那个私人教练 Anderson，他说了哈，练了以后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新陈代谢变快，所以你一个礼拜可以放纵自己吃一天。问题是说你不练了就就垮了，很多那个没不不练了，他说不会，他说真正的肌肉不会，不会吗？对，真正的肌肉不会，只有肥肉会。哦，所以他认为你也是可以练的。 呃，他没有看到本人，呃，我们那天是电话，但是这个礼拜我要请他来来现场，来现场帮你那个，那就这样嘛，现场直播一下吧，用网络，反正我们也有直播，就帮你这样用线条画一画，那女生可以练，女生可以练那个，女生有。 三哎，呃、女生女生,、啊、女生比较难，因为,因为你们女生哈、啊，你晓得脂肪比男生，是结构跟男生又不太一样，女生的脂肪还是比较多的，对、uh，huh. 所以她要练出真正练出腹肌来，真的女生会比较更比较难。可是通常女生只要练到肚子不要凸起来就好了，平就好了,啊、平就好了，对，嗯、好，好加油，Coco。那我们两个人的目标这样对对对对比较正常一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政治谈多了，那个肌肉也会松懈。就所以我才说嘛，<laughs> 你你就是你要你要靠每天练哑铃，每天练。我不要练哑铃，我就平衡自己在正论我,我只要坐在这里，那个 <laughs> 说服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哎。说不定我跟你讲，你要不要测试一下？恐怕我们刚刚谈这一段是你今天收视率最高的这一段，<laughs> 应该是、啊、收率最高的。然后你那蔡世平，啊、你的 Anderson 这个私人教练来的那个，可以出专辑卖钱。<laughs> 八点二十一分十九秒，马上回来喽。嗯，这个你不要以为美魔男、美魔女们秒的人生目标对体型的，嗯，这个改造是做不到的，绝对做得到。嗯，那萨朗·史东最近五十八岁拍了那个裸照。 哇，可以，好好看哦！哎，可是那个谁，那个另外一位，那个跟我同年纪的那一位美魔女啊，就是呃，叫做呃，哎，什么？突然想不起来，不是美国的，唱歌的，流行而那个流行音乐非常强的那个叫马丹娜。嗯，马丹娜的肌肉就线条就很。有啦，因为她练很多。可是我觉得上二十顿，我不知道她没有修。Lady Gaga 也是肌肉也是很很不错的。可是她上二十顿那个真的好漂亮啊，那个。 那个线条很美，我不知道他怎么拍出来的，太厉害了。八点二十二分零四秒，哎，五十八岁啊、哦，嗯、你可以考虑。 哎，替那个替 Coco 姐在在在这个播音室里放两颗哑铃，好吧，我来我来我来帮他买。我们两个人，然后以后每天在那不要太重，就差不多三两三公斤，两二点二两公斤到两两个保特瓶就行了，不要浪费钱了。你可回来了，再讲下去大家讲太多了。等我以后做节目，这个还要规定我做其他的 extra 的这个嗯训练付出嘞。你可回来，Coco 早餐。 平心而论，好，我们平心而论。我们刚才这个，嗯，好，这个几块鸡讨论之后，那个不是吃的。现在要看这个，我们这体力的这个练习还靠自己哦。那政坛的东西就很麻烦了。今天我在很多人也是靠体力啊，有一些选举，<对>选举很，苦。对啊对啊，很多人，嗯、很多人，很多人也是靠各种方式来维持体力。我真的蛮佩服的。还有还有五六个月，五个多月。 一百多天呢、啊，现在是八月十哦，今天一月一月十六号，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七号了，啊、就还剩五个月，五个月嘛，也很快啊对。对啊，是很快啊，哦、也是。很快。可是哎，可是讲快归快，哎，五个多月你，嗯、你我们是每天这样悠悠哉哉过日子，他们是每天跑行程那很辛苦了，那很辛苦啊。我我问你一下，今天我们讨论一下柯文哲的影响力啊，嗯、老公为什么要把柯文哲当成一个呃，就说呃顺畅来往的对象？ 因为呢，他嗯，他要他要那个，他今天下午去上海嘛，对对上海嘛双城论坛。那其实对他来讲，是他的一个一个高度的一次，嗯、<哼>毕竟是帮助吧。那当然,<回>当然咯，当然咯。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对他那么好？连习近平也要了解他。我觉得对于老共来讲，<得>现在只要不是国民党的。嗯 哈，就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或新兴的政治明星，我觉得以中国那种做统战的习惯的话，嗯、他们不可能不去了解嘛，嗯，不可能不去了解。嗯，而且我你刚才问的都是也很有趣。这段时间我的了解了，其实大陆这段时间台办的系统压力还蛮大的，嗯、因为他们从去年开始，大概研判台湾的各种的状况，其实都大概都失准吧，嗯，包括他们对连胜文，对连胜文选举的时候，对连胜文选举的那种。 误判，嗯，然后再到年底九合一大选，对国民党为什么会这么惨输，他们也非常惊讶。再到今年克刚的这种话题，嗯，嗯我相信，呃，我我听到的感觉，听到的一些消息是台办系统承受很大的压力，嗯，因为习近平一定觉得很不满嘛，就说你们奇怪了。你想以前我的印象，台办系统的人都会很得意，觉得说他们对台湾讯息的掌握远比中联办。 对于香港问题的掌握，嗯嗯，好太多，嗯嗯、的确也是事实、嗯、啊，也掌握掌握的好太多。嗯、可是，问题从去年呃，连胜文选举九合一败选到太阳花学运等等这一系列一系列的话题，台办也有一点失准了。哦，对对，那我觉得台办<的>台办失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嗯我，我相信他们现在我相信他们现在反省一定是你主观的意愿太多了。 <laughs> 就主观的期待，认为说啊，一定不会这样。啊，可是这个是这个是很，你晓得对政治判断，我想包括我们做评论也是嘛。你自己的主观期的期待太多，就就会误判嘛。所以西方才一句谚语说：“不哭不笑，只是理解嘛。”你你对事物的判断一定是这样的。对，嗯，所以而且票是在选民手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大前提来看的话，他们对柯文哲的好奇是一定的哈、啊。但是柯文哲也说了，柯文哲也不客气啊，他说：“你知道他这一次去后来。” 因为还有什么自费的、公费的，然后嗯，公费的才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嗯、自费的就有限制。现在变成公费的只有民进党籍的三个人，嗯、<哼>对不对？嗯、然后国民党的陈永德啊，党团书记什么，他们因为消息不清楚，嗯、所以啊、呃，吴思瑶啊，民进党党团的人士都不去了。嗯那嗯，柯文哲今天问题是中国时报是头版头条报道这件事啊。换句话讲，对于柯文哲来讲。 这个还是一次垫底的机会，垫高的机会，一定是，一定是他生涯对对，对一定是生涯一次很重要的一次一个里程碑嘛。嗯、那我我的判断是，柯文哲当然知道这个他，他他他等于是他的露脸就露到了呃国际啦，对啊，一定是露脸就到了国际了。是是蔡英文压力呢？我觉得这个、这个讲的太早了吧，因为因为他又不第一个，他也没出来选举啊。对对我说，但是中国大陆当局是不是借着柯文哲给民进党压力，<对>就是你要对我？ 我觉得这个这个很难讲哎、欸，这个很难讲。我的意思就说，民进党如果愿意去中国大陆，嗯、你觉得中国大陆规格会不高吗？我们我们进一段广告，我马上再回来讨论柯文哲现象。<好>现在还有所谓“科系立委”这四个字。嗯、欢迎收听 Coco 早餐。平心而论。 八点三十三分十七秒，今天下午柯文哲市长就要从松山哈坐、啊、直航班机，而且这就是双城论坛所触动的这个松山虹桥的直航班机，这郝龙斌任内的政绩嘛？嗯、<哼>那他今天去了，其实也是肯定郝龙斌任内的政绩了。啊、所以柯文哲市长他去了，然后他跟呢啊,啊大陆让一个像柯文哲这样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嗯、<哼>这样的公开的。 啊、呃，公然的去，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折冲。呃、那当然，一定多政治这一定就是说，就是、说一个一个政治人物跟大陆的任何一个接触，特别是像柯文哲这样的新的一个 rising star 嘛，哈、嗯，就、哦、用英文来讲就是 rising star 嗯。嗯，他当然也中间有很多的折冲，但是我、嗯、我的感觉是。 柯文哲真正得利的应该是国际宣传的效果了，就是国际上的好奇，嗯、<哼>对不对？嗯、那你说大陆的媒体很清楚啊，因为大陆对柯文哲也应该也还不确定他到底会讲一些什么，嗯、<哼>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呃采用的方式就是欢迎你，嗯、但是媒体上面会掌控那个节奏，掌控那个尺度。柯文哲也不会那么不示现。那当然，但是但是柯文哲，我刚,刚不讲过吗？这是一个舞台，柯文哲一定也要适时的传达讯息给台湾。哎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知道嘛，出口要转内销嘛，对啊，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他他外销做的很好，有什么用呢？他一定要内销，所以他既然要内销，他的本土意识、台湾意识，他还是要试图他最近都非常限缩，而且他说这个是两岸的。嗯 文化青年创意的那那是因为那那是因为他要去，因为他不是中央的领导人，他也不必谈两岸政策，他回避了。而且他毕竟是他要去，他要释放善意嘛，他要先释放善意。而且而且还有一个，他也要能够解释，像台湾这些支持他的某一些比可能有毒派或者是绿营的人，有啊，毒派已经开始在 line 上骂他了。所以，他一定要向他们解释说，这个东西 OK，你不要太担心，对不对？我只是怎样怎样。但是，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他去了之后。但是我觉得啦。 柯柯批如果够聪明，我觉得他他只是暴容易暴冲啊，容易容易容易中间呃出现一些很快速的反应的时候出现一些秀逗的语言。可是我觉得柯批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了、啊，嗯他，他并不是他并不是并不笨呢、啊。你觉得他想透过双城论坛做什么呢？第一个垫高自己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哈、啊，第二个呢，他要他可以确立自己能不能在国共之外，不国国民党跟民进党之外。 开出一条第三条的路，共产党可以对话的对象，我觉得可以。第三个就是说，他比民进党现在自由多了嘛。他虽然大家认为他偏一点绿，可是他毕竟不是民进党，所以他没有民进党的包袱，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呢，当台北市市长，支持度还算维持的相当的高，所以他的支持者里面也不一定说没有完全没有蓝的。对，所以他这样讯息，成双层论坛啦，然后传达一定的讯息，也会让蓝人觉得说，哎，你好像也还蛮务实的。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哎，三，他是三三三方通吃啊。对哦，对啊。 过来了，为什么对他这个还蛮好？这个接纳的，是因为他在台北市里面，他不是成立那个大陆小组吗？嗯、有别于他的国际关系的这个处理嘛？那这一点、欸，哎，两岸之间。 啊，认为柯文哲不把他当成国与国的关系，且而且他用这个行动啊，那这个是柯文哲，就打模糊战嘛。而且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上任以后，你看他在两岸的问题上那样，他基本上蛮含蓄的。他有一个什么一五共识啦，但一五共识他又没否定，他算百分百否定九二共识，没错。一个中国，他还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这个是他当时打破的原因嘛啊。 那为什么他讲一个中国不是问题就没事儿呢？嗯、那个我们家洪副院长讲一中同表就被打死了、欸。你晓得，这就是我们我们以前 <laughs> 我以前最喜欢常讲的话嘛，就是什么人什说什么话，<laughs> 就是说话本身是中性的，哦、可是什么人来说，哦、对不对？哦、一样道理嘛。哦、那我觉得关键就是说，但是柯批讲这个话，他也要有后续嘛。也就是说，你讲完这句话以后，嗯、那以后呢，对不对？你以后如果在某些议题上面，两岸的议题上面，透过城市的的的互动。 你传递的讯是什么？嗯，我觉得科批现在的是在踩踩一个什么？踩一个跷跷板，他在左右中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这是他自己提升自己，从首都市长变成全国性政治人物的一次机会，没错。他如果搞砸了，就没机会而且你别忘了。 六都来讲的话，台北是毫毫无疑问还是首善之区嘛，洞见观瞻嘛，对不对？他洞见观瞻，而且首都市长一定选总统。而且你也不要忘了，赖清德南部的赖清德跟高雄的陈局，他们在两岸的议题上、城市的外议题上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也是很开放的，对，都都都是开放。因为答案很简单，你要让这个城市往前走，你不可能把它困在台湾嘛，这个城市不能把自己困在台湾。好，那可比会威胁到蔡英文吗？短期之内不可能啦。 对不对？你、嗯、因为毕竟好，我们现在假设吧，嗯、我们现在假设，假如二零一六明年一月就五个月以后，蔡英文就顺利当上总统了，嗯，他还是 number one 嘛，他还是整个的这个本土阵营或非蓝的体系里头的 number one 嘛，嗯，那你台北市长当然是可以威胁到他，嗯，但是还不至于说真正的可以跟他并驾齐驱嘛，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状况，就是如果科批一直往上走，就是我们现在在想像股市一样嘛，两条交叉线嘛，嗯，就是而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假如很快的没有办法在两岸议题上站稳脚步。 外受这个蓝营的威胁，里面受到独派的挑衅的话，他、嗯、<哼>往下滑；嗯、而柯 P 呢，因为他只是城市外交嘛，他、嗯、如果一直往上走，大家的期待就可能对柯 P 会多一点啊。那对蔡英文就会下降，对蔡英文的连任就会有问题。所以我才说这是个交叉。哦、但是柯 P 也不是没挑战啊，你的连任之路是不是能选的比现在更漂亮？还是说到时候连任之路选的非常辛苦？ 那又又是一个判断标准，所以政治每天都在变啊，所以所以需要每天练习啊，练习才會才会有六块肌保持。所以要练习政治政治路上的六块肌，就是你每天每天都否则他这个高腰裤穿的太高了，嗯、呃，这可能也是他他的一个。<laughs> <laughs> <laughs> 你不能，可能你不可能比。我曾经看过有人从 fashion 的角度、<laughs> 设计的角度来看那个、他对对对，嗯、从看他的服装做一个首都城市的那个市长。嗯、可是问题是 OK 了，我觉得也也不用太挑剔了。他慢慢了，就是、说他自己的企图心，他是毫不掩饰的。嗯、那他又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然后他的支持的。 呃，架构又非常的稳妥，所以他往全国性，甚至于往二零二零要去攻总统啊的路的这个趋势，其实是很明确的嘛。嗯、我觉得这样也好啊。我们应该这样讲，我舅舅曾经就曾经说过，舅舅是许信良前主席，就他说过说，嗯、一个人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如果没有再往上走的话。 那那除非他虚伪。对，昨天我有刚好碰到跟徐主席一起的午餐，我们大家的一次啊聚会。那他他出去助选哦，到新竹助,助选回来，他到还普普风尘赶回台北，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柯市长会不会选中？”他说。 他做首都市长，每一个首都市长都会想选。<对>那郝龙斌我，我我们当时没提到郝龙斌，只是机会失去了。所以柯市长今天去上海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报道。这个这一点，这个是因为《中国时报》确实代表了中国大陆当局的某些意向呢。嗯、<哼>那柯市长说，习人家疯传没说习近平很想了解柯文哲，结果柯市长说，全世界的人都想了解柯文哲。有些人觉得，嗯，不错，是这个。